空中的裙子，豆豆、迪迪，快躺好，讲故事的时间到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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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空气真好，阳光也很不错哦。What's that？ 那是什么？That's a dress， 是一条裙子哦。为什么裙子会飘在天上？是谁的呢？What's that？ 那是什么呀，迪迪 ？That's a dress， 那是一条裙子。Dress。天空飘来谁的裙摆？看起来像一朵云彩。我追着它往前走，它却被风吹得更远。奇怪，是什么在屋顶上飞？放下书包，他抬起了头，仔细看，原来是一只风筝。啊哦！抱歉了，豆豆。没关系，迪迪。What's that？ 那是什么 ？That's a dress。谁的裙摆看起来像一朵云彩？我追着它往前走，它却被风吹得更远。连朋友都觉得奇怪，是什么在屋顶上飞？放下书包，它抬起了头，仔细看，原来是一只风筝。追着他往前走。终于停下来了。杰克，杰克，你看到一条飘在天上的裙子了吗？啊，裙子？你是说这个？是的。迪迪 ，It's not a dress, it's a kite。这不是裙子，这是一个风筝。Kite， 风筝。Kite， 风筝。对啊，是我亲手做的风筝呢。你看，真的是风筝。看起来可真像一条裙子呢。哦，它的确有点像。小朋友们，这就是个有趣的故事。没错，让我们再听一遍吧。天空飘来谁的裙摆？看起来像一朵云彩。我追着它往前走，它却被风吹得更远。连朋友都觉得奇怪，是什么在屋顶上飞？放下书包，它抬起了头，仔细看，原来是一只风筝。What's that? That is a dress. What's that? 像一朵云彩。
裙摆，看起来像一朵云彩。我追着她往前走，她却被风吹得更远。连朋友都觉得奇怪，是什么在屋顶上飞？下书把它抬起了头，仔细看原来是一只风筝。宝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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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